哎，我家里怎么少了一面墙啊？而且还有无形的方块阻挡我前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辣条，别管这些了，你快往下挖，下面全都是稀有矿石。蛇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脚下有矿石的？因为这里是手机生存啊，我在外面看里面的情况，我都一清二楚。真的假的呀？我来试试看。哇塞，真的有！那岂不是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来成为有钱人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了？想想有点小激动呢。小辣，快快快，告诉我哪里还有矿石！哼，臭辣条还想迎娶白富美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辣条，在你右边有超多的钻石。什么钻石？我来了。起飞！哎，飞！不要紧张，小伙子啊！哎呀，怎么全是野人？臭小辣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哈哈，也不怕告诉你。就是我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关进去的，没有我的允许你是出不来的。切，既然你有办法把我关进来，那就一定有办法出去。我来，不出我所料，这边有个传送门，看我怎么传出去。 No 嘿，怎么还有通行证呀？臭辣条，你以为我这么容易让你出来吗？不过只要你给我挖十个钻石的话，我就考虑考虑放你一马。这个是你说的，要是我挖到了你不放怎么办？我就是狗。好，不就是十个钻石吗？这也太简单了。这里不是有个矿洞吗？里面肯定有很多钻石。辣条，别下去，这里都是怪物。切，受巧了，你肯定在骗我，我才不信你的话呢。妈呀，真的有怪物！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哎呀，哼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辣条，活该了吧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怎么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找到啊？辣条，找不到了，接下来就得听我的吧。在你右手边有两个钻石块。好，不挖不挖。哇塞，真的有。小辣，我承认我之前对你有点误解，接下来只要你说东我就往东，你说西我就往西。好，辣条，你继续往你前面挖。嗯，好。前面怎么都是岩浆啊？小辣，我该怎么办？辣条，快往下面挖。好，来了，老弟。妈呀，是地牢。臭小辣，你又骗我。嘿嘿，我不骗你骗谁呀？你要知道是我把你关进手机里的，难道你还指望我救你吗？可恶，这个臭小辣也太坏了吧，靠人不如靠己，我还是自己找别的出路吧。哎，有了。哇塞，这底下竟然没有空气方块，嘿嘿，溜之大吉喽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检查过了，这周围都是空气方块，而且下面还有基岩，根本出不去。难道臭辣条真的出去了？不行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还是……呵呵，臭小辣，快过来吧！其实这下面没有空气方块，我是故意假装下面能出去，骗他过来的。只要他过来，我就用矿石把传送阵堵住，这样他就出不去了，只能交出通行证。我也太聪明了。我还是用激光看看这个臭辣条怎么出去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臭小辣，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哼，臭辣条，我就知道你是在骗我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生存，那你就在手机里待一辈子吧。不要啊，呵呵，我才不要在手机里待一辈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从手机里逃离出去吗？